看人家在这儿采蛤蜊，看这边沙滩有蛤蜊吗？油田上工作人员在这儿采蛤蜊，采的多咱也采点。哇，这么一层，这一块就这样，太厉害了。哎，这地方一下有铁杆了，那个看老早一在这儿扒铁杆了，太疯狂了。看啊看啊，爆蛤蜊了。踩踩，太强了！哇，这么多吗？我的老天，我的老康，就住那个村儿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踩出密集恐惧症来了，太厉害了！这是左手啊，这是。你看，我眼睛都掉水里了，烦死了！太厉害了，来试一试啊！再踩会儿，我蹲了有点累了，再踩会儿。来，渤海湾蛤蜊王，四通的，为人称为渤海湾蛤蜊王。这个天儿啊，戴帽子吧捂得上，不戴帽子吧晒得上，太难受了。精神小伙。
我捡，我跪到这，半跪到这，我都捡累了。你两只手新的秘密风水宝地，走。